咱们今天呢，说一件二零一五年发生在吉林省吉林市的惨案。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七号，吉林省吉林市这一天是异常的寒冷。有一个人呐、啊，叫张雪，她呢急匆匆的走进小区，直奔婆婆家。到了五楼，她拿出来钥匙，打开了房门。一进去啊，大厅里边没人。 小屋呢，门是关着的；大屋的门呢是开着的。进屋之后，张雪就发现小房间没人，大房间也没人。这时候，他走向了洗手间。到了洗手间之后啊，他发现他的亲人们倒在了血泊之中。半年之前，张雪呢为了女儿上学，一家三口搬来婆婆这边住。 可是现在，她看见自己的婆婆和七岁的女儿倒在面前，不省人事；而住在另外一个小区的小叔子，此时此刻也躺在了这个卫生间里，早就没有了生命迹象。他们呢，就是这个普通城市里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小家庭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张雪看到之后吓坏了，立刻拨打了幺二零和幺幺零。 赶到案发现场的是吉林市公安局龙潭分局刑警队技术侦查人员，立刻展开勘查，而其他民警呢，也对家属周边的情况进行了走访。现在第一目标肯定是尽快的确定凶手。中心现场是在卫生间和厨房，那个男尸，也就是张雪的小叔子，是俯卧在卫生间的。 头部周围的地面呢，有着大量的血迹，外伤主要集中在头部。老太太呢，也就是张雪的婆婆啊，她是右侧卧躺在厨房的地面上，这厨房呢跟卫生间是挨着的。她的伤啊，也主要是刀伤。小女孩呢，倒在老太太的身边，前胸啊有一处刀伤，在太阳穴部位就是颞部啊有一处钝性伤。 在警方进行勘查之前，已经有幺二零的救护人员进入现场抢救了。凌乱的足迹呀、啊，也给现场勘查带来很大的困难。但是警方还是发现了嫌疑人留下来的蛛丝马迹。散落在死者周围的呀，有用来擦拭血迹的物品，有毛巾，有抹布这些东西。 那么，警方就根据物证来推测，嫌疑人应该是对现场进行了处理，希望掩盖自己的作案痕迹。在沙发旁边啊，有烟头；餐桌上呢，有带血的面板，也有零星的指纹。这些物证都被收集上来了，正在进一步的检验。而就在这时，有一张遗落在案发现场的身份证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身份证信息显示，这个人叫郑勇，一九六一年出生，是吉林市人。那么，这个郑勇是谁？他的身份证怎么会遗落在案发现场的？正在此时，调取案发现场周边监控的民警也有了发现，发现有一个男的在单元门口徘徊了几秒钟之后进入了单元门，进去半个小时之后，这个男的又走了出来。 案发期间呢，只有两个人出入过这单元门，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本案的被害人张雪的小叔子，那么另一个人就是这男的呀。小叔子已经死了，那么这个黑衣男子就具有很大的嫌疑。民警经过仔细查看监控画面，发现这个人呢就是郑勇。办案人员。 立刻在人口户籍信息网上进行查找，可是，在信息库里查不到这个人的人口信息，也就是说，这张身份证是假的。这郑勇的疑点进一步上升。不仅如此，警方还做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推断：这个人和被害人一家很可能是熟人。案发现场很多痕迹都能够支撑这个结论。 因为啊，案发现场住的这楼层还挺高的，从窗户进入房子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它不像是二楼、三楼，你容易爬上来。加上房门的门锁是完好的，没有被撬的痕迹，所以当时这个黑衣男子进屋应该是用钥匙开的门，或者是敲门进去的。家里一共是有三个被害人，一个老人，一个孩子，还有一个男青年。照理说。 一个人想杀三个人可不容易呀、啊，最起码你得有打斗吧？啊，你得有这种搏斗的痕迹吧？但是现场没有，这也就是说，案发的时候，那个郑勇显然是利用了熟人的身份偷袭得手的。只是他跟被害人一家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其实啊，这些情况问问张学也就知道了，但是。 面对着此时此景，张雪的情绪早就崩溃了，是处于一个失控状态。面对民警的询问，张雪一言不发。谁的家庭出现这种情况，作为家属来说，肯定是万分的悲痛。警方只能继续追踪这个郑勇的逃离轨迹。这时候又发现了一些可疑之处。这个郑勇啊。 从现场出来之后，乘坐了一辆出租车，他让那个出租车司机呢拐进了一个小区里。拐进小区之后，出租车就停下了，他呢就下了车了。下来以后，在小区里转了一圈，又出来了，重新换了一辆车。这个黑衣男子的行动路线是十分迂回的呀，他这一路上什么事情也没做。 但是快速的变换交通工具本身这种行为就很可疑。案发之后的第二天，吉林市的很多市民都收到了一条微信：吉林市公安局重金悬赏通缉作案凶手。在这个官方的悬赏通告里啊，放上了监控视频捕捉下的嫌疑人的画面。 逃跑的时候，嫌疑人上身穿着黑色戴帽子的棉服，下身呢穿一条深色裤子，脚上穿的是黑色皮鞋。在这悬赏通告里是这么写的：“此人极其危险，为了防止再次作案，广大市民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发现此人，请立即报警。”而其实啊，就在这条官方微信发出去之前，警方已经有了重大的收获。 因为极度悲伤而陷入崩溃的张雪，此时此刻也渐渐平复了情绪了。他向警方啊说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这个郑勇，张雪不仅认识，还在郑勇离开的时候撞了一个正着。那么，咱们把时间拨回到案发当天下午两点十七分，张雪呢往婆婆家的座机啊打了一个电话。 当时呢，她是要去婆婆家接自己的闺女，因为那天呢有一个课外辅导班得上。张雪就想着让婆婆把孩子送下楼，张雪接上孩子，赶紧就去上这辅导班去了。但当时电话没人接。为了女儿上学方便，张雪和丈夫、女儿一家三口是半年前就搬过来住的。她跟丈夫啊早上起来就上班了，家里呢只有婆婆和女儿。 一分钟之后，张雪又打了一次电话，响了两声，被接听了。传来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这电话里面呢，这个男的就说：“是我，你妈跟我生气了，在那卫生间生气呢。哎，对了，你妈那心脏病又犯了。” 打完这电话呀，张雪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也担心婆婆身体确实出什么情况。婆婆身体呢，平时确实不好，赶紧给小叔子打了个电话。电话里张雪就说：“你在哪儿呢？”小叔子就说：“哦，我要去妈家，在道上呢。”小叔子呀，正好是往自己母亲家去着呢。哦，是妈给你打电话了吗？然后小叔子就说：“没有啊。”哎呦，你快回去吧。 你哥呀，今天有事别给你哥打电话。他今天呢有个考试啊，我马上也回去了。他呀给小叔子打完电话之后，自己也赶紧往婆婆家赶。警方在结合监控录像梳理线索，在监控画面里，郑勇是两点零八分进入的单元门，两点十八分，张雪的小叔子进入了单元门。 十分钟之后，也就是两点二十八分，张雪进入了单元门。走到三四楼附近的时候，郑勇急匆匆的迎面下来。当时郑勇就说：“我走了啊。”张雪呢，还回了一句：“哦，你走啊。”然后张雪就直接上楼了。半分钟之后，郑勇从单元门走出来。张雪进了现场之后，小叔子也已经被害了。 这也就是短短十几分钟之内发生的事情，足以证明这个男的就是作案凶手。那么这男的到底是谁呢？这不是别人，正是张雪婆婆的亲弟弟，是张雪丈夫的亲舅舅。这个郑勇呢，六十岁左右，一米八左右的个头，留的是一个平头，头发也稍微长那么一点，中等身材。 张雪随后也看了落在现场的那个叫郑勇的身份证照片，正是舅舅的。而为什么郑勇没有户籍信息呢？因为他曾经犯罪入狱了，刑满释放之后还没落户口呢。除此之外，张雪对这个舅舅是一无所知，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置自己的亲人于死地。 一个是自己的亲姐姐，一个是自己的亲外甥，还有一个是亲外甥的女儿。据张雪说呀，平时呢郑勇也没工作，自己在外边就是招摇撞骗的，自己整天装的挺有身份，接触了不少人，但是他跟别人接触很少报自己的真名。吉林市公安局了解完了相关情况之后，全力追捕“幺二七”特大杀人案犯罪嫌疑人。 郑勇，警方啊，兵分几路，一路人马是围绕郑勇的社会关系进行深入的调查走访，另外一些人马呢，就是在客运站呐、啊、火车站呐啊,啊这出城口的方向啊设下布控，力争拦截犯罪嫌疑人郑勇。 还有一路人马对全市的旅店、洗浴等住宿场所进行全面监控，同时呢，通过各级官方媒体、官方微信、官方微博等媒介发布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等相关信息，悬赏缉凶。在发动社会力量的同时，组织全市的警力不间断地开展清查行动，地毯式的搜捕犯罪嫌疑人。 很快，一条条线索就都反映到了专案组这儿。据群众举报说，有一辆开往长春市的公共汽车，在这车上嫌疑人现身了，就是他作案的时候走的那个样子。这也就是说，郑勇很可能到了长春了。所以，警方啊就把侦查的重点放在了长春。可当民警进一步调查的时候，发现嫌疑人郑勇十分的狡猾呀。 上车以后，马上又下车了，根本没在公交车上停留。他就上去点了一个卯，立马就下来，为的就是给警方破案设下障碍。所以，警方分析这人就是故意的呀。在进一步的追踪调查的时候，警方还发现啊，这个嫌疑人做出了一个什么举动呢？包括穿的衣服啊，随身携带的手机啊，其他的物品呢、啊？ 挑选不同的地方来进行丢弃，甚至手机和那手机卡都不扔到一个地方，把卡拿出来，手机扔一地儿，卡再扔另外一个地方，他就是想着把警方的正常视线转移到这些地方。 警方啊是在长春新农山镇的一辆公交车上发现的嫌疑人手机，在吉林市左家镇发现的手机卡，在左家镇到九台镇路上发现的嫌疑人的衣服，线索是不断，但是这些线索往往查到最后也就断了。尽管如此，警方还是异常的珍惜这些线索，甚至刑警大队长二十四小时手机不带关机的。 半夜睡觉的时候，有热心群众打过来电话提供线索，那也得老老实实赶紧记下来，赶紧侦查。但是嫌疑人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民警们呐、啊、就感觉此时此刻是异常的紧张。他都能对他的亲姐姐下此毒手，那么他在逃亡过程之中，在穷困潦倒的时候，在没有钱的时候，那会做出来什么呀？简直是想都不敢想啊！ 警方对跟他有关系的人呐、啊，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走访调查，并且也有一些措施。第一个是保护好人家的人身安全，第二个也是怕嫌疑人郑勇真的回来跟他们联系。就在警方四处搜捕的时候，在市区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一双眼睛正在紧盯着面前的大门。 那扇门里有他的仇人，而这门里的仇人就是他郑勇下一个要消灭的目标。这个人是谁？跟郑勇又有什么深仇大恨？这一次能不能把郑勇顺利抓获呢？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就在警方全力追捕郑勇的时候，郑勇啊正在一个大门前面紧紧地盯着这扇大门，这大门里面就是他的仇人。 他这回重新回到吉林，就是为了消灭这个仇人。郑勇啊，有三个姐姐，一个妹妹，自己呢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或许正是因为这样，郑勇在年轻的时候啊就挥霍浪荡啊，整天的没正形没正事儿。后来因为交通肇事罪入狱服刑，出狱之后呢。 他总是说自己是行走江湖，其实就是游手好闲、坑蒙拐骗。他在外边啊骗了不少的钱，甭管是亲戚还是朋友，骗起钱来的时候一概不留情。所以啊，很多人都急着找他，这样呢，他的手机号就经常换。但凡跟他接触过的人，最后不是被他骗了，就是跟他断绝关系了。郑勇因为诈骗，前后又经历了两次处罚。 重获自由的时候，郑勇已经五十多了，日子是越过越不行。就在案发前十天，他呀再一次去到了自己大姐家，家里呢就只有大姐还有大姐的小孙女。郑勇开门见山就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你这生活条件挺好，这么着，你给我点钱呗，我看病去。” 之前前一年年底呀、啊，郑勇发现腿上长了一个肉瘤，到医院检查之后得到的建议是得开刀治疗。但是以往骗来的钱早挥霍一空了呀，这时候就想到了在姐妹里家境最好的大姐。大姐就跟郑勇说：“郑勇，你这病治不治都一样啊啊，何必去医院费那钱去呢？” 这话让郑勇听完之后啊，心里是拔凉拔凉的。听到这儿，各位听友可能说了，这大姐心也太狠了，有这么对亲弟弟的吗？这是郑勇自己混到这步田地的呀，家里人呐、啊、都很反感郑勇。郑勇整天的什么也不做，事实上这回到医院检查，就是大姐陪郑勇去的。 查出问题之后，也是大姐看他无依无靠的，让郑勇来自己家住了一段时间。就在住的这段时间里，郑勇的种种做派让人烦的都不行了。所以第二次郑勇再要过来住的时候，大姐就跟他说了：“你找个地方吧。”意思呢就是别住我家了。可郑勇啊，从小就娇生惯养、自私自利了一辈子了，他不会就此罢休的。 案发前一天，郑勇刚从朋友手里骗了一张银行卡，结果到银行柜台这么一看，里边就五十块钱，给郑勇气的呀！取款机里边这五十你都取不出来。后来还是到柜台把这五十块钱取了出来，吃了一顿饭，买了一张彩票，买了一把菜刀，就敲开了大姐家的门。郑勇这回来了，就跟大姐说：“姐。” 我先借一万，我得检查去，看是不是癌症。要真的是癌症，以后我也死心了，就拉倒了。要不是癌症，那治不治也无所谓了。大姐就说：“我也没那么多钱呢。”确实啊，大姐，别看啊，家境对比郑勇他们算不错的，那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啊。张勇啊，并不能体谅大姐的难处，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 他就认为我这儿有困难了，那你就得帮我，哪怕我没困难，我跟你要钱你也得给我呀。他认为大姐呀、啊，这就是把他往绝路上推。姐弟俩呢就吵了起来，在争吵期间，大姐的心脏病可就犯了，就坐在了沙发上。大姐就跟郑勇说：“郑勇，你赶紧走吧，要不一会儿老二来了，没你好果子吃。” 就在这时候，老太太的二儿子已经开门进屋了。进去一看，自己母亲就在沙发上坐着呢，明显是犯病了，肯定就是让舅舅气的呀。他就损了舅舅几句。大姐的儿子这一来，大姐呀也更激动了，把这郑勇也骂了一个狗血喷头。这母子俩。 可算是把郑勇给彻底激怒了，他最终拿起刀来，就犯下了这样的罪恶。然后从大姐家翻出来了两千块钱现金，连夜逃出吉林。为了不让警方抓住，他到大连这一段路上啊，换了七八趟车。十天以后，他又悄悄的回来了，潜入了人群之中。这回他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回来。 要杀仇人的，这回郑勇盯上的这户人家就是他的仇人。他呀就在门口左右徘徊着，随后犹豫着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在拨通电话之后，吉林市高新区衡山西路的一家超市里，一场劫持人质的事件即将发生。 二零一五年二月十号，也就是案发之后的第十五天，当天下午两点半，高新派出所的民警们得到命令，即将出警。为什么呀？因为民警知道郑勇在高新区出现了。就在半个小时之前，主办此案的龙潭分局刑警队接到嫌疑人郑勇的亲友举报，说郑勇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出事了，把人给弄了。 专案组分秒必争，随后锁定了郑勇的行踪，全市警力啊大举出动，对高新区进行地毯式的搜索，重点的街路小巷啊、小餐馆啊都进行了排查。民警们开着警车走得非常慢，有一些废弃楼啊、一些酒吧呀、啊、旅店呐、啊，一个也不放过，都得下去查一查。 路上的行人，但凡看着有体貌特征比较接近的，或者是单独自己一个男的的，这都得上前询问一下。警方排查工作就进行了六个小时，每个民警对郑勇的体貌特征早就烂熟于心了。他们要找的目标是身高一米八左右，五十岁上下，然后呢，身体很魁梧，穿着黑色棉袄、黑色裤子。 民警有预感，嫌疑人就要出现了。咱们再来说郑勇这边。郑勇啊，在高新区一个不起眼的街道上，慢慢的往前走着。他在干嘛呀？找仇家呢。他在仇家经常出入的场所瞄了很久了，可是没发现仇家的踪迹。这个仇家啊，原来跟他其实是挺好的朋友。 他跟那个人呢，经常一块儿出去骗去，骗来的东西啊，据说都让这个人给独吞了，所以他认为这个朋友就是他的仇人。还没等到仇家的郑勇啊，很焦虑，他呢大着胆子给亲戚打了电话，问了问前妻和儿子的情况，想听听儿子的动静。逃亡了十五天，郑勇身上只剩下四十块钱了。 放下电话，买了一张彩票，转身进了一个小诊所，就说感冒打针。郑勇啊，就跟大夫说：“我钱也不多，就四十来块钱。”大夫呢，给他开了四十五块钱的药。郑勇拿出来四十，大夫说了：“哎，没关系，我帮你把那五块钱垫上吧。”不说这话可好？这大夫明明是好心，可这一下子呀，把郑勇给惹毛了。郑勇就想。 这大夫有病啊，他给我垫上，他也不认识我呀啊，他肯定是看见什么新闻了，他一会儿是不是想着给我打一针，把我稳定下来，然后把我给逮住，对吧？吓得郑勇啊，药也不敢拿了，赶紧就逃到了人群之中。就离着不远的地方啊，有一个超市。 这超市的老板娘跟老板一边看店一边呢就在那儿翻手机看微信，在朋友圈里，他们又看到了这个案子的通缉令。老板娘呢，随手就转发了一个。几分钟之后，老板娘回家了，老板的二哥过来接班，哥俩呢一前一后就在超市里边看店兄弟俩不知道的是。 此时，距离他们店一百远的地方，一个黑衣男子还有五个民警即将狭路相逢。高新区派出所副所长张连庆带着民警们，已经整整搜索了六个小时了。当时，警方啊在车上从衡山西路。 从西往东走的时候，发现路边慢慢悠悠走着一个人，身高啊、衣着呀、啊，都跟排查的嫌疑人比较符合。于是呢，这所长带着民警们就下了车，向着这个男的就走了过去。这男的呢，见警车停下之后，也不往前走了，就站在那儿。民警呢，就问他：“你叫什么呀？”他就说：“呀，我叫李平。” 是光明小区的一个住户，你身份证呢？哦，我生病了，出来的着急，身份证也没带。这个男的呀，当时戴着一个帽子，民警呢就让他把帽子摘下来，然后一看这照片哎呀，什么李平啊，这明显就是郑勇啊。 就在这时候，郑勇也知道藏不过去了，赶紧掏出刀来就捅向了民警，刺伤了一名民警之后，转身就跑。另外一名民警赶紧冲上去就追，俩人就厮打在了一起。民警赤手空拳，可郑勇手里边拿着刀呢呀！他冲着这个民警的肩膀扑呲，又是一刀。这时候啊，郑勇就窜进了街角的超市里。 超市里边，老板兄弟俩一前一后看店呢。一个人影快步跑了进来，老板还以为是来客人买东西呢，可没成想来了一名凶手。郑勇手里边拿着一把六十公分长的尖刀，随时都可能会危及到这老板兄弟俩的生命安全。超市里头啊，空间很小，货柜什么的摆放的很密集。如果说劫持的话，确实不好解救人质。 而郑勇的想法正是如此。老板哥俩一看见这人拿着刀，就意识到不对劲儿了，上去就跟郑勇厮打在了一起。郑勇毕竟已经六十来岁的人了，他不如这俩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厉害呀、啊。不过，毕竟他手里边有刀，哥俩呢把这郑勇啊就推到了卫生间那儿，然后呢就要抢他那把刀。郑勇这时候看旁边有酒瓶子。 一边啊，那手拿着刀招呼着，另一边呢，就想着抄酒瓶子砸人。得亏这时候民警一拥而上，把郑勇捉拿归案。全城通缉了十五天，犯罪嫌疑人郑勇终于落网。而那天抓获郑勇的民警，就在给他戴上手铐之后，也住进了医院。 一名民警右脚踝受伤，另一名民警左上臂受伤，左手中指肌腱被砍伤，差点切断了神经。犯罪嫌疑人郑勇归案，人心惶惶的吉林市也终于再次回归平静。最终，郑勇也因故意杀人罪被依法判处死刑。一九九三年三月十四日，这天是星期日。 早上八点左右，北京某卫校九二级护理二班的学生小杰正准备去食堂吃早饭。他平常都是和住在四幺幺宿舍的江雪一同结伴去吃饭，并且每次都是江雪在楼梯间等着他。但是今天却发现江雪不在，他想，江雪是不是还没有起床啊？ 于是就走到了四幺幺宿舍去叫他，可是当他走到四幺幺宿舍的时候，却发现宿舍的门紧锁着。他就从门缝往屋里看，只见里面黑洞洞的，窗帘也拉着。与此同时，还闻到了一股强烈的烧焦味当时他也没有多想，以为江雪是提前去教室学习了。 于是他就和其他的同学下了楼。当他走下楼梯的时候，正好碰见了早起散步的老师。于是他就把宿舍闻到了烧焦味的事儿告诉了老师。这件事迅速地引起了老师的警觉，老师很快带着他快步上了四楼。而此时走廊里的烧焦味已经开始呛鼻子了。很快，学校就拉起了警报。 一时间，学生们拿着水盆、水桶，全都涌向了四楼。这烧焦的烟味是从四幺幺宿舍冒出来的。当四幺幺宿舍的门被打开以后，烟雾也开始逐渐飘散。而就在这时，同学们骇然地发现地上横躺着一具已经烧焦的女尸。而小杰凭着第一感觉认为，这一定是江雪。 很快，学校就报了案、啊，校领导们也迅速地赶到了现场。看到眼前的这一幕，当时的卫校校长木子雄不仅流下了两行眼泪。警方通过现场勘查以及法医的检验得知，死者就是蒋雪，当年十六岁，是卫校九二级护理二班的学生。通过胃里残留的食物表明。 死亡的时间是十三日的晚上十一点左右，尸体的皮肤大部都已经碳化，颈部还有一个零点四厘米宽度环状封闭的锁沟。由于房间内封闭，起火以后氧气不足，导致燃烧非常的缓慢，燃烧的时间应该持续了八个小时左右。警方由此最终得出初步的结论。 江雪是被他人勒压颈部窒息而亡，死后又被焚尸。由于现场被火烧得非常严重，并没有留下什么有用的线索，但是却发现宿舍楼一层医务室的挂号窗户被砖头给砸碎了，屋里的一个立柜也被撬开了，抽屉里的四块多硬币被扔在了地上。除此之外， 就没有什么任何有用的线索了。江雪的家是住在北京郊县不远的一个小村镇上，家境还比较宽裕。从小呢，就深受父母的疼爱。虽然从小就被父母宠着，但是他呢，却不是那种娇生惯养的孩子。江雪不仅为人正派，而且在班里学习还特别的刻苦。 他的梦想呢，就是要当一名医生，因此在十五岁初中毕业的时候，他就直接报考了卫校，并且以优异的成绩很快被录取。都说女大十八变，此时的江雪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非常的漂亮了。在学校里，她是一个文静而又漂亮的女孩，有很多的男孩想追她，但是全都被她给拒绝了。 江雪的父母得知到女儿的被害消息之后是悲痛欲绝，他们认为女儿从来不是那种轻飘飘的孩子，平时非常的踏实文静，从来不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据江雪的好朋友小杰回忆说3三月十三日是周末，很多学生都离校回家了。那天傍晚，他在教室门口还遇到了江雪，他问江雪为什么不回家呀？ 江雪说：“这一周啊是轮到他在宿舍值岗。”之后，他又说：“啊，他要先去姑姑家吃饭。”小杰当时就和他分开了。小杰的话在江雪姑姑那里得到了证实。据他姑姑说，江雪经常到他这里来玩，有的时候赶上晚饭点也会在这里吃饭。三月十三日那天晚上，他还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 江雪当时也吃了不少，在席间他们是有说有笑，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异样。到了晚上八点左右，江雪从姑姑家出来之后，便独自回到了宿舍，直到晚上被害。当侦查人员问与江雪比较要好的同学，平常她有没有结仇或者有没有男朋友的时候，她的同学们都坚定地说。 从来也没有见过他和谁有过过密的交往，也没有听说过他和谁结过什么仇。江雪的班主任对他的评价那也是非常的高。江雪在班里是班干部，作风正派，行为规矩，学习认真，常常的独来独往，从来不和男生玩。警方就通过大量的调查分析认为，依据江雪的性格。 她从来不惹事儿，也不交男朋友，从这些就可以判断，仇杀和情杀的可能性非常的小。这两种可能性基本被排除以后，警方又对现场勘查资料、尸检报告等更多的资料进行了逐一的梳理，最后通过分析认为，谋财害命与奸杀这两种可能性最大，但是。 警方在现场勘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疑点：除了四楼四幺幺宿舍被烧，一楼医务室被砸碎的挂号窗和被撬开的立柜之外，其他的东西都是整整齐齐的。后来根据医务室的负责人反映，一楼医务室撬开的那个柜子里面，也就几枚硬币，还被凶手给撒在了地上，这显然就不像是盗窃。 从以上的分析，警方就渐渐排除了盗窃的可能性，而对于江雪被杀的原因，那更加倾向于奸杀的可能性。虽然凶杀的方向确定了，而对于确定凶手是谁却没有任何的进展。而就在办案人员似乎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一张照片的出现让警方有了重大的发现。 照片是案发当天在封锁现场以后，刑侦技术人员拍的。照片的内容是一楼医务室挂号窗的窗台。照片是从室内拍的，窗台上有一个饭盒，里面有几块玻璃的碎茬。但是，据医务室的负责人说，这个饭盒本来是锁在柜子里面的，应该是凶手撬开柜子之后把它给拿出来的。那么， 问题就来了，凶手是怎么进的门的？他只有进了门之后才会撬开柜子的。警方发现医务室的门锁完好无损，并没有被撬开的迹象，这就说明凶手不是破门而入的。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凶手有钥匙。他用钥匙打开医务室的门之后，然后撬开了柜子。 把饭盒拿了出来之后，又把饭盒里的几枚硬币撒在了地上，又将饭盒放在了窗台上，然后才砸碎了玻璃，跳窗逃跑。在前面老已经提到了，除了医务室的这个柜子之外，其他的物品全都是完好无损。那这就说明凶手的本意并不是盗窃。既然凶手不是盗窃， 那他为什么还要撬开柜子呢？只有一点可以说明，他是在伪造现场。既然凶手有医务室的钥匙，而医务室又在宿舍楼的里面，到了晚上宿舍楼的大门又是锁着的，那么他必然还有宿舍楼的钥匙。这就说明一点，校内人作案的几率是最大的，并且拿钥匙的人有着。 重大的嫌疑。依照警方的分析，谁握有宿舍楼的钥匙以及医务室的钥匙，谁就有重大的嫌疑。但是，调查的结果却让办案人员失望了。办案人员对校内所有掌管该宿舍楼以及医务室钥匙的人都做了一一的排查，但是每个人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据。 虽然已经确定了是校内的人作案，并且范围还缩得这么小，可就是找不到凶手。而警方始终认为凶手在校内的可能性最大，因此校内排查依然是重点。可就在警方在校内做调查之时，却出现了一个问题：很多师生对警方的问讯好像并不怎么配合，要么…… 敬而远之，要么闭口不谈，这就让办案人员感到很是疑惑。师生们在躲避着什么呢？他们又在害怕什么呢？难道这个案件牵涉到了学校里的谁？而这个谁在学校里，莫非又是什么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呢？警方认为这里面绝对有问题。 为了调查这背后的真相，办案人员决定变换了一种方式，那就是不再进行这种公开的大排查，而是在私下里找一些老师秘密的交谈。没想到，这一查还真就查出来了不少的线索。办案人员发现，很多的老师都在反映一个领导品行不端，有的老师。 甚至还怀疑这个领导就与这起案件有着关系，甚至还怀疑他就是凶手。而且有一位老师更是直言不讳地对办案人员说：“这事儿肯定是他干的，不会是别人。”原来，在老师们口中所说的品行不端的领导，就是该校的校长木子雄。此时的木子雄。 已经是年近六旬，他从一九五五年从县一中毕业以后，他就当了老师，之后一路是摸爬滚打，兢兢业业，先后做过教学组长、教导主任、中学校长，直到一九八五年六月，因为他具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和较高的威信，就被调到了县卫校担任校长。木子雄来的时候，卫校都快办不下去了。 校舍啊，当时是破败不堪，教学设施更是严重的短缺，教学的质量非常的低劣，人心浮动，大家都想离开了。可是就在他来了之后，立即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让卫校面貌大改，成为了全县很多人都向往的重点学校。可以这么说。 如果没有木子雄，那就没有卫校的大好面貌。因此，在学校里边，他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是，除了威风的正面形象之外，关于他的一些负面消息也在学校里满天的飞。就比如，有人反映他风流成性，经常的对一些女老师、女学生动手动脚的。 甚至还有人说，他在调到卫校之前就有过男女作风方面的问题，至今还与本校的某女老师有染。随着办案人员调查的不断深入，关于木子雄的负面消息也就越来越多。虽然这些负面的消息并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但是这也让办案人员对这些信息重视起来。 开始把目光转向了木子雄。其实，早在办案人员调查有钥匙的人时，办案人员就把校长木子雄给忽略了。木子雄也有宿舍楼的钥匙，而且更重要的是，医务室仅有两把钥匙，其中一把就在他的手里，而另一把在医务室女化验员的手里。可是。 就在案发的当天，女化验员并不在学校。那么，能够打开医务室门的只有木子雄了。据江雪的同学柳原反映，在案发当天的中午，他和江雪一同下楼的时候，恰巧在楼梯的拐角处遇到了木子熊。当时，木子熊和他们两个打了招呼，然后又把江雪给叫住了。 木子雄和江雪说了几分钟的话，具体说的什么，六元当时没有听清楚。当时江雪本来是准备回家的，等回到宿舍之后，他却突然改变了主意，表示晚上不回家了，要留在宿舍值岗。这一消息得到了警方的重视，而接下来几个同学的回忆更让警方怀疑了。据江雪的同学小杰等人回忆，晚上。 他们好几次路过四幺幺宿舍的时候，都看到江雪站在门口发呆，好像是在等什么人。而江雪的另一位同学也说，大概晚上十一点多，他正在宿舍里给家里的人写信，突然听到外面有一个男人在说话，他当即的停下笔，侧耳细听，声音呢却又没有了。通过对以上线索的分析。 办案人员就认为木子雄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办案人员同时认为，如果他要是凶手的话，再加上他是校长的身份，他绝对会打听案情的。因此，办案人员决定，任何涉及实质性内容的调查一概不让他得知。但是，警方决定放出一些与木子雄有关的信息，看看他的反应。 没想到他果然沉不住气了，开始到处的打听情况，但是由于消息真假难辨，这就让他愈加的着急。有一天，他拿着慰问品来慰问公安干警，办案人员呢也就客气的收下了他的慰问品，和他闲聊了起来。而就在闲聊的过程当中，办案人员突然就问了他一句：“十三号晚上你在哪里啊？” 有人看见你在学校里面，这是真的吗？木子雄一听这话，瞬间就愣住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他对办案人员严肃地表示：“十三号他哪都没去，在家和妻子、孙女儿一起看电视呢。”之后，他还有些威胁地对警方表示：“不要听信谣言，乱怀疑，搞鬼名堂，否则收不了场。”可没有想到，就在第二天。 木子雄竟然失踪了。据卫校的副校长反映，他临走的时候曾经对他说：“他太累了，身体不舒服，想出去走走。”但是具体去哪儿，并没有跟他说。据他的妻子说，他走的时候身上带了八千块钱，还有寻呼机，还有大哥大电话。警方随即就进行了分析：木子雄这是跑了。 可他这一跑不当紧，让他的嫌疑就更大了。之后一连五天，不管是谁寻呼他，或者是给他打电话，他全都不接。警方了解到他和县卫生局的局长私交甚厚，于是就在一九九三年六月三日的上午，办案人员来到了卫生局，找到了这位局长，让他配合工作，传呼莫子雄。 可是传呼了好几遍，仍然是没有动静。正当所有人认为这一次他依然不会回复的时候，没过几分钟，竟然他把电话打了过来。这位局长接通电话以后，以局里有事需要研究为由，让他赶快回来。木子雄本不想回来，但是看到局长态度坚决，他也就只好同意了。没想到。 没过一会儿，木子雄就来到了卫生局。原来他根本就没有出去，而是躲在了一个不远的地方观察动向。很快，木子雄就被捕了，一场杀人焚尸的真相也随之被揭开。木子雄本来并不认识江雪，但是有一次江雪去找班主任，恰巧呢就被他给碰见了，没想到。 他一看见漂亮的江雪，心里边就起了坏心思。之后，他就以各种理由找江雪谈话，接触的久了，木子雄就开始肆无忌惮起来，开始对江雪动手动脚。可能是出于畏惧，江雪并没有做出强烈的反应，这也就让木子雄的胆子更加的大了起来。在案发的当天中午。 木子雄从办公室下楼的时候，无意间碰见了江雪，一时间遂起歹意。他以晚上找江雪有事为由，让江雪留在了宿舍等他。三月十三日的晚上十一点十分，他看见妻子和小孙女都已经睡着了，便悄悄地溜了出来，来到了宿舍楼前，用钥匙打开了宿舍楼的大门，径直走上了四楼。 随后便敲开了四幺幺宿舍的门。当木子雄看到开门的江雪只穿了一身单薄的秋衣秋裤，心里边就更加的不能自制。他让江雪赶快回到被窝里，而他呢，则坐在床沿上抓住了江雪的手。江雪问他到底找他有什么事，他就和江雪胡乱的扯了起来。最后，他问江雪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没有。 江雪就说：“啊，将来分配的时候，他想找一个好一点的医院。”木子雄随即表示：“这事儿包在他身上。”可正当江雪说了声谢谢之后，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木子雄就强行的将他搂在了怀里。惊慌失措的江雪开始反抗，而就在他反抗之时，木子雄听到宿舍楼道里边有走动的声音，他害怕江雪喊叫。 被人发现，就强行用被子裹住了江雪的头，并且用胳膊压住了她的颈部，一直压了能有七八分钟。当他发现没有动静了的时候，再打开被子一看，江雪已经断了气儿。他自知闯下了大祸，为了逃避罪责，找来了几根鞋带一头绑在了床头，一头勒住了江雪的脖子。 试图制造江雪自杀的假象。所有的这一切完毕之后，他发现这个假象也太不像了，再加上屋里边有好多的脚印指纹，于是他才想到了毁尸灭迹。随后，他用打火机点燃了包裹着江雪尸体的被子，又在房间里边到处点火，随后仓皇的逃离了现场。之后，他又伪造了一个。 盗窃的现场。当他逃出宿舍楼之后，换上了一双白天学生晾晒的鞋，再次的进入宿舍楼内，打开一楼医务室的门，撬开立柜，拿出里面放钱的饭盒，做出了一番盗窃的假象。之后，他下意识的把饭盒放在了窗台上，然后砸碎了医务室的窗户，逃了出去。他没有想到。 正是这个他无意间放到窗台上的饭盒，让他暴露了。一九九五年八月一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木子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九九五年八月三日上午十点左右，戴着手铐脚镣的木子雄被押上了刑场，此时的他早已经是吓得魂飞魄散。 但是这一切都是他自作自受得来的。随着一声枪响，木子雄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这一声枪响，也是对无辜少女江雪最大的安慰。